我宣布政府今日正式展开《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公众咨询。政府将会在稍后公布咨询文件，并且会在今日下午去立法会作详细介绍。我们今日下午会到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介绍政府的咨询工作和咨询文件。我们欢迎市民在咨询期内，即是由今日起至2月28日提供意见。我希望我们可以尽快完成第二十三条立法，将这个一直缠绕香港26年的问题写上句号，等我们可以尽早全神贯注，聚焦拼经济、拼发展，让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